他们那个，你赵宝诺那儿了？不知道他们诺走了，反正是我是成天搁这儿过啊。你以前见过这个狗啊？哎呀，我是每天搁这儿过，我是啊，我那是救助狗的啊啊。那个瞅见有流浪狗了，我老是给它捧点粮，是吧？啊老是给他那狗也捧粮，也不说他们那狗着。他们这城市不要我出了。那城市走了，城市找不着人，挪走了，也不吭气儿，挪走了。嗯，我也是看那个头条上有人发这个。啊，我也是看手机上，我看发出来了。啊，你还看见？我这两天也是忙的，狗也不美，猫也不美，我咋没空啊？我想到他可怜的人找不着了，跟那儿再饿，再饿出来个事儿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没事啊，没事。烟是不是有点浑？干眼症啊？干眼症，老了，眼泪分泌的不够。是不是青光眼？大青光。发白嘛，他那个眼。啊，干眼症这种，年龄大了，年龄大了以后，他那个泪液分泌的不够。瞳孔是吧？他那瞳孔不是，主要是这个白眼珠和上边的发黑了，他没有事，传染病没有事。洗手前我没事。这手指还看着像个狗样。今天带着小巴在医院是先剪了个毛，然后洗了个澡。他没洗之前的时候呢，浑身的毛基本上全部已经打结了，而且是味道特别的大。剪完之后呢？可以看见是非常的漂亮的，毛色也，我感觉这个是有点淡黄色，挺好看的。刚才洗完澡剪完毛之后呢，又做了一些就是传染病检查，细小啊犬瘟的检查，检查完之后呢，结果是挺好的，没有任何传染病。刚才又把它那个疫苗给打了一针是四联疫苗，一针狂犬疫苗，然后剩下的两针呢随后再打。但是呢，小巴前两天反正是不太吃东西，可能是因为太过想它的主人了，之前的主人不怎么吃。但是今天小条我们两个昨天炖的那个大肉块，给它弄了一盘，然后那个是吃的挺香了，挺好的，看着也非常开心。今天准备就带它回农舍了。因为他胆子比较小，所以说小乔我们两个想着尽快把他带回去，然后融入咱们那个农舍的大家庭里边，让他能快速的缓解过来。红尘辗转，我把笑再谈，终是谁把线断，曲终就此各离散，已无缘，何必再提誓言？月明月缺，谁弹？